不是，指点无心的路。寒水寺只是你一时栖息之地，如今已经成，该回你自己的家去了。你的家是一个很自在的地方，是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呐、啊。求师傅指点无心的路。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勿忘初心，切莫回头。好，我下次见。被剧组同事欺负。没事，破点直接。没破。我看这边。我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赶紧去医院，要不然伤口都愈合了。对，快去医院，要愈合了。再不去医院就要结痂了。老师，我跟你们说个事儿，今天儿子彤过生日。等他回到这儿，然后就说不带了，就回去。然后等他快回去的时候，又说要带了。好了，不用带了，算了，还是带吧。被萧瑟和无心欺负。蜜蜂把它当成花了，给它穿太太硬。啊，确实舒服。就是你这身衣服跟那个海底捞里面那个吃面的师傅，来，上手。他就是，来，上手。这边看有人管快，有些人管快。来拿个鸡蛋，还有孩子送你。好嘞。